依家选特首定系选女婿先？人哋有私生子就叫人退选？我都唔知道，不过陈志云过档商台，唔知余曾有冇问佢有冇私生子咧？嗬，定系问佢？哇，你个人咁毒噶！不过以后啲参选人唔只要攞提名，仲要多个政治牌坊先可以入闸啦。其实佢哋有冇政治牌坊关我哋咩事呢？啲记者啊话会有利益输送俾个私生子，如果寄到咁远嘅话，就要对埋族谱啦。哦，原来你大姨妈、个三姑、个六婆、个表姐夫、个细佬、个仔、个女朋友系做政务司司长。好在我冇参选咋，你知我识几多人噶啦，我 Michelle 要入闸有几难啊？你惊咩啊？傻猪都得咯，你惊你唔得？我唔系担心傻猪，我系担心到时记者问我几时唔见咗只猪咋，到做咗特首又话我会唔会利益输送俾食咗我只猪嘅男人噶啦？咁都未系最惊，一阵分分钟要你去攞妇科证明。不过话时话啦，你有冇私生子先？不如我问翻你啊，地球上边度有建功？第一句就问你有冇搞婚外情，第二句就问你有冇私生子先。哈哈，香港有，我谂伊斯兰国家都有。仲有啊，我知第三题系问咩？吓，莫非仲有啲更离谱嘅？有，听住，你有冇 period 啊？万一你痛起上嚟，用乜嘢搞多个八万五，下令所有传媒收归政府噶？